我自己的修学，我劝导别人采取哪一种经论，哪一个法门，这心里就有数了。劝人学教，不如劝人念佛；劝人参禅，不如劝人念佛；劝人持咒，不如劝人念佛。为什么呢？念佛这个法门呢，容易、稳当、快速的祝福。冥冥当中加持，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。修学其他法门，你这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啊。纵然修得很好，还是要发愿求生净土。如果不发愿求生净土，你这一生的修学换得来一生的人天福报啊！人天福报一享福啊，就很危险啊！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有很多做大官的人，有很多发大财的人啊，这些人前身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修行人，修得很好啊，很用功，很精进，修得很好，他不愿意求生净土，所以这一生就做大官发大财，做了大官发了大财，把佛菩萨忘记得干干净净。那么他这一生复享尽之后，阿赖耶里面那个恶因呢又现前了，那就又要去堕三恶道了啊。可见的享福的时间真的是短了 啊受苦的时间长啊，享福当中造的罪业就更多更广啊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全心全力以净土念佛法门劝人，这个道理就在此地方啊。这确确实实是佛法里面的第一法门，是一切众生第一得度的法门，是一切众生第一成佛的法门。我们以这个法门来劝导大众，这叫真报佛恩呐。啊，也有人给我说，怎么其他许多大乘经典呢？台湾印经的风气很盛呢，他们在印就好了。有人在印吗？有人在弘扬吗？啊，我们就一门专修专攻，啊，决定符合佛的教导，绝不违背呀！啊，所以从这些经文，我们细心去体会，我们心的安了，啊，理明白了，啊，理得到了，心就安了，啊，自己修学，劝导别人，真正能生欢喜心。这个地下室，是故经师有云：
相劝世生净土者，即称诸佛本愿意也。这个文在147面前面这两行，这个两行文非常非常重要啊，给我们带来专修专弘啊无尽的信心啊，知道我们这样做做得非常正确，一点都没错啊，而且是称诸佛本愿意啊，这个诸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的本愿，一切诸佛的意思就是这个要知道啊。看，若不要信心者，我们接着念下去啊。若是假设他不喜欢这个经，不信这个法门啊，不肯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如清净觉经云，这个清净觉经就是清净平等觉经。若有人闻说净土法门，闻如不闻，见如不见，当知此等时从三恶道来，罪障未尽，为此无性相耳。或言我说此人未得解脱也。这我们在无量寿经都读过的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，人家不相信，我们也不要去怪他啊，佛早说过了，是他是什么个原因不能接受啊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我们清楚啊，但是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，所以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啊！啊，他这一生不能成熟啊，也许来生，也许多生多劫之后，这个缘会成熟的啊。说此经有缘啊，此经就是《清净平等觉经》。若人闻说净土法门，闻皆悲喜交流，身毛为树者，当知此人过去已曾修习此法，今得重闻，即生欢喜，正念修行，必得生也。啊，这都是无量寿经的啊，这是我们一介绍这个法门呢，他就非常欢喜，非常感动，我们晓得他前生修过这个法门啊，临终的时候打了个妄想没去得成，是不是这一生又遇到了，所以触动过去的因缘，非常感动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，所以他会非常认真地修修啊。那么一切众生呢，学佛的因缘个个不相同，这个成熟啊，就是他这个缘呢，什么时候成熟，早晚也不相同啊。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不能接受啊，非常反对，但是中年以后啊，他接受了啊，有些人到中年不能接受，晚年接受了；还有人一生不接受，临终的时候他接受了。这都是缘成熟了啊，临终时接受也能往生啊。当然，这个时界因缘成熟的比较早一点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足够的时间呢，积功累德啊，认真的修学，对于
自己品位的尊高是非常有理的啊。因此我们劝人是不管他信不信，我们不劝是啊，就记住这个原则，不能说哎呀他不信，甚至他毁谤，我们就不劝他了。毁谤是另一桩事情啊，不必去理会他，一定的要劝啊。这样殊胜法门我们得到的时候，我们所认识的，特别是家亲眷属，要不告诉他，那真的是对不起他啊。告诉他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，这是另外一桩事情啊。也许过了几年，哎，他会接受啊。过了几年，过了十几年，啊，他就会回转，会接受。从排斥到接受，到认真修学，这个自古以来都常见到的啊。底下一段经文呢？是说明修学这个法门的利益啊。这个经文在144面，倒数第二行啊，从当中看起。若观是地震，除80亿劫生死之罪，学生怕是一生净国心得无疑啊。这一句经文是讲依照第二关的啊，这个第三关的修行啊，这就是第一关当中的修行啊。他得的利益是除80亿劫生死之罪。这个劫是时间的单位。佛在经上讲，有大劫，有中劫，有小劫。这一个小劫到底是有多长的时间呢？佛经里面有许多种的讲法啊。那么依照经典讲法我们来计算呢，也这个数字也都不是一定的。由此可知，佛讲这个劫就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啊，很长的时间。在台湾，我们过去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跟同学们介绍啊，因为学生们他们对数字观念呢都比较具体而认真。因此我们在佛许多种讲法里面采取增减经啊，就是人的寿命，这个一增一减就叫一个小劫啊。佛说人寿最长的时候是84000岁啊，人寿最长的时候，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啊，再过100年又减1岁，从84000岁减到10岁啊，10岁是最短的啊，然后再从10岁呀，每100年加1岁，又加到84000岁，这样一增一减，叫一个小节。这个可以能算得出来的啊。20个小劫叫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叫一个大劫，
佛经里面所给我们讲的这个戒律，大多数都是讲的大戒，不是中戒小戒。那么可见这个时间非常之长，这是以节为单位呀。多少大戒呢？81个大戒。这个方法修成了之后啊，能灭81劫生死之罪呀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的确很羡慕啊，这个功德利益是真正不可思议了。那想想我们这个念佛有没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有，念佛念到心清净的，那个灭罪的功德比这个还要殊胜啊，比这个还要殊胜啊。所以这些呢，通通是说的这个最低限度讲，前面讲的初见极乐国地啊，这个功夫就是平常我们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成片。若得三昧呀，那是一心不乱啊，至少是四一心不乱啊。这个地方是，只要你能够真正念到功夫成片，你灭罪呀，就像经上所说的啊。所以古人这个在文章里面常常引用这个经上讲啊，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灭81劫生死重罪啊。那我们天天念，我们一天不晓得念多少句了，那这个灭罪，我们的罪为什么还灭不掉呢？这里有两个说法。第一个说法，我们虽然念，念得不相应啊，所以人家常讲的，一念相应了，一念佛了。我们虽然念不相应嘛，因此灭罪的这个功能效果没有这么大。第二个说法呢，我们这个罪业太多了啊，纵然一念灭81劫生死重罪，念一辈子我们的罪业，哎呀，恐怕1/10/1/10还没有灭掉。由此可知，无量劫以来啊，这80劫，在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造了多少罪业，这又是一个说法啊。但是这些说法我们听听明了就好，不必认真去计较去执着，要紧的是要念得相应啊，这个才重要啊，要念得相应。这个相应简单的说，与清净平等慈悲相应啊，声声佛号里面都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这个是略说啊。我们初学的人，像《无量寿经》的经体上，清净平等觉与这个相应；要细说呢，与经中所讲的境界相应啊。那么经一定要很熟，
佛号就是经题，题目一提起，里头内容完全在油然而现了，都在心里面显现出来了，这叫相应，像观经里面相应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前，那是细说的相应，这些都是在我们日常啊真正功夫上啊来看。这样的人，他邪身大事啊，就这一生寿命终了，来生彼生经过，这个语气非常的肯定，他必定得生净土，心无心得无疑，得是他真正得到，他决定不怀疑，不怀疑不夹杂，这一定的道理，因为你夹杂必定没有这个境界，这境界不会现前，我们今天这个念佛功夫不得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不好，原因在什么呢？夹杂，虽然念佛那个妄念依旧很多，不要对世间这些妄想呢，我们放不下了，佛法也放不下，你的心不专不疑，念佛了还想去涉猎大乘经典，这就是夹杂；还想呢修学其他法门，比如说打个坐参禅呢，这个持咒，这个都叫夹杂。你心不专，都是妨碍。这是我们在这个经前面我们看到经上说的善导大师的开导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也见到，古来祖师大德教训当中常常提示，我们也看，也挂在口皮上说，没有认真去做，这就是自己功夫不得力的地方，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习气断不了，不能一心一意来修学？你对这个法门呢有疑？我没有疑啊，你这个疑自己不知道，确实你有疑，如果你真的没有疑了，给诸位说，你会把所有一切法门通通舍弃掉了。我们看古来祖师大德的榜样，真正觉悟之后，他一定是一本阿弥陀经，一句佛号，佛堂所供的一尊阿弥陀佛，其他的统统都不要了，那是真正觉悟了，真正皈依了，这样的人呢
是决定得度啊，还想涉猎其他法门、其他经典，心还放不下啊，看到还生欢喜，这往生都要打个问号啊，不能保证往生，那要看他临命终时候的机会了。啊，如果现在就能把所有一切佛法通通写掉，一部经一句话，可以说你现在就有把握了。啊，这个不间断、不夹杂、不怀疑，一定要在现前做到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！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弘扬佛法，还要弘扬这一本经，弘扬这一个法门，啊，大概不能利益一切众生呐！啊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经论法门，啊，许许多多的诸佛菩萨，我们要不念他，不推荐，我们对不起那些佛菩萨，对不起那些经论呐、啊！你这个想法就全都错了。啊，这个就是疑情未断呐、啊。这就是自己的业障。啊，心。不能清净。幕后这个结论是：作事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韬观者，名为邪观。这个幕后为我们辨别邪正。那么这个跟前面讲的意思相同，请看下面的一段148米，这是第四段啊，宝树观。佛告我难即为提西，地相成矣。啊，这个成是讲你观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地。啊，这个观相观成了。啊，次观宝树。啊，看极乐世界的宝树。观宝树者，夜夜观之，作七重行树相。初学观的人，就依照经典所说的，你去做。啊，到观成的时候，你才豁然发现，好，原来。这个西方世界的宝树啊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啊！啊，这个七是圆满的意思啊，前面说过是表法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做官呢，还是用七行啊，就照这个数字来观啊，因为无量无边的圆满呢，我们很难想象。啊，太多了，太复杂了，啊，就依照佛指示，我们这个纲领原则，啊，用这个来下手，啊，所以先做这个七重行树相，啊，它这个树木整整齐齐，啊，排列的，这个一点也不会乱。夜夜树高八千有旬，
这个数很高。这个八千游巡呢，我们就没想象不出来了，啊，只想这个数很高很高。啊，在台湾呢，这个高大的这个丛林呢，很少，啊，森林啊很少。中国大陆啊可以看到，那么在美国也保留了不少的原始森林。啊，如果有机会观光旅游，这原始森林呢要去看一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于我们观这个宝树啊，多少可以带来一点概念。啊，你看到那个树，一定要头量起来，啊，量得很高，才能看到这个树身，啊，树顶还看不到，啊，西方宝树非常高，啊，游巡是长度的单位，啊，长度的单位。也有三种说法，啊，有大中小，啊，那么这古时候古书里面记载的印度一个大游巡和我们中国是80里，啊，80里，中游巡呢60里，小游巡是40里，啊，不过从前的里比我们现在的里要短，啊，没有现在这个里这么长，啊，就是打个对折的，啊，那大游巡算到40里的，啊，40华里，那么现在算公里也有20公里。那一棵树要有20公里这么高，这飞机能不能飞得过去不晓得。注意一下的，这一游巡，啊，是这样的高度，它多少高度呢？8000游巡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树要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，那一段恐怕到月亮了，可以架一道桥过去了。确实，它树有这么高，可见的我们的地球很小啊。它那一棵树的时候，从我们这个地球到月亮，可以架一道桥过去了。这你看，这一关比前面就困难得多，啊，要关这么高的树。啊，而且每一棵树啊都是这么高，啊，都这么高的，嗯，就很不可思议 啊，所以有人想象的时候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大，我们到那时候太渺小了。其实不然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高大啊，所以在他那个大树里面呢，像我们在原始森林那个情况差不多啊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身净色，不好婉转无须弥，甘露沉清似大海。阿弥陀佛的两个眼睛呢，就像我们的太平洋一样。啊，阿弥陀佛一个头一个脑袋，大概就像我们地球那么大。他那个树从地球架到月亮不长啊，不大了，树不大了，啊，人高大了。啊，所以用这个比例来看呢，而且跟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看大树的这个情况差不多。他们那个地方人身大，啊，身相大，那福报大。我们这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爬在那个身上像蚂蚁一样，肯定是不是看不到佛人的是身相，看不到啊。
那真是爬到那个他们那个人身上，就像一座大山一样，见不到庐山真面目的啊！是啊，所以我们这些人生呢太小了，这个是福报很烈，那个地方的福报大，人的身相大，所以观他们那个树啊，我们观是不可思议，在他们观是很正常的。因为我们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，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！大家念无量寿经，念四十八愿，写得清清楚楚啊！到那里去，身体相貌啊，受用都跟阿弥陀佛相同，所以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是真真不可思议。是切诸宝树，切宝花叶无不具足。这个是讲树木之好啊，说它的茂盛啊，说树木的茂盛啊，它的花叶这个具足就非常的圆满，叶叶花叶作一宝色。底下举几个例子：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，玛瑙色中出赤橘光，赤橘色中出绿珍珠光，山水湖湖泊一切众宝亦为殷实。经上所讲的这些珠宝的名称，是举我们这个世界大家了所喜爱的啊，都认为这些珠宝是非常稀有的。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呢？树上的树叶、树干是这些东西啊，黄金是铺地的，你才晓得那个世界是多么的富有啊！我们这个世界认为是珍贵的不得了的，人家那不要啊，谁要这个东西啊？啊，这个树木到处都是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世界，什么人把这个树叶折几片挂在身上，是不是？再看底下一段，啊，下面一段是讲树上的庄严，妙珍珠网，弥覆树上。这个树上啊有罗网，罗网是属于庄严的，像这个外国人现在中国人也有了啊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树木啊，这个树啊上面用灯啊，小灯泡装饰着，晚上看起来很美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景观比我们这壮丽的多了，我们这里不能跟人家相比的。它上面有罗网啊，说叶叶树上有七重网，叶叶网间有五百亿妙华宫殿，如梵王宫，诸天童子自然在中，叶叶童子五百亿释迦毗卢伽摩尼以为璎珞啊，这个释迦毗卢伽摩尼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如意宝珠啊，像这个西方神话里面讲的这个如意宝一样啊，能够随意变现一切万法。说其摩尼光照百有旬，
犹如浩瀚百亿日月，不可具名。众宝剑错，色中伤者。啊，这是在色彩里面最为殊胜的。啊，不单是在一个世界，其他们在这个一切诸佛世界里面，它也是非常殊胜壮丽的这个景观。啊，这是讲树这个上面的空中的这个庄严。此诸宝树行行相当，叶叶相似，与众叶间生诸妙花，花上自然如七宝果。这一段呢，是讲这些西方啊，这些树木行列非常整齐。那么这些树不是人去种植的，是自然变现出来的。不仅仅行列的整齐，可以说是它样样都圆满，找不到一丝毫的缺陷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所现，无漏清净心所变现的。啊，十方世界凡是去往生的人，心地都清净，心愿跟阿弥陀佛都相同，所以依报庄严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能违背的。啊，夜夜树叶纵广正等二十五有序的树大，叶当然也大。啊，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叶，那就不相称了。啊，其叶千丝，有百种花。这个花是脉络，啊，这个树叶的脉络。啊，如天璎珞，这个如天是天上的璎珞，这是比喻。有众妙花作。阎浮檀金丝，如旋火轮，婉转夜间。这是说树叶的庄严，也是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得到的。啊，我们看这个世间一片树叶，看得很平常。看不出树叶的美好。啊，假如你研究植物的人，把这个树叶在高倍显微镜底下 来看呢，那跟我们普通一般人看法又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跟佛一样，无言圆明啊。所以对于这一片树叶里面的结构啊，以及它里面的变化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。啊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其实就像人人都是一个生物学家一样。
啊，所以他对于诸法实相了如指掌啊，这个就是本性的智慧德能圆满现前啊，你才能够见得到啊。永生诸果，这是讲树上结的这些果实，如地食品啊，地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，他的宝瓶，这个果就像地食的宝瓶一样，有大光明，化成床幡无量宝盖，是宝盖中啊，应现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寺，十方佛国，业于中心。哦，这个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了，西方世界都是。啊，在树花间树的果中，这个果跟花都放光，光中啊现这个诸佛世界。我们现在用电视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方的景观呢，我们用电视看了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也好像是电视，但是它这个电视是立体的，我们电视是平面的，我们电视所看到的范围并不很广啊。它这个地方所现出来的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这里见到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到那边去了，对于这个世界还很挂念的啊，要想看看，是天天都看到，而且看得非常逼真，非常详细啊，比我们现在观察还要清楚这西方世界怎么能不去呢？我们看到现世的家亲眷属，我们所关心的人，我们又看到过去生中的家亲眷属，乃至于生生世世通通都看到了。哪一个人语言成熟了，你立刻就会去度他去啊。什么叫语言成熟呢？我劝他念佛他能够接受了啊，他肯相信，他肯念了，你立刻去度他去了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你有能力分无量身，有能力向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现什么样的身，你得大自在啊，得无限的能力，这才能帮助啊过去现在未来设方一切有缘众生啊。有缘就是现前多生与我们有关系的，有关系就有缘嘛，没有关系就没有缘分嘛啊，能度这些有缘众生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就不会怀疑为什么一切诸佛劝我们往生净土啊。唯有往生净土啊，
才真正得大自在，包括利益众生的自在，度脱众生的自在，成就众生的自在，你才有这个能力啊。否则的话，心里想帮助众生，智慧也不够，能力也没有啊，不但度不了别人，自己也连带要受罪啊，这个是大错特错。这样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西方净土实在是殊胜啊，一定要往生。见此殊仪，业当四谛夜夜观之，观见树经枝叶花果戒令分明。你把这个树每一个部分啊，甚至于它的装饰、它的作用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是为树想啊明第四观啊，这些通通是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，就是我们在那里这个活动的环境啊，都是说的这些物质环境啊，属于依报庄严。